久不见的范玮琪今天再度登上台北小巨蛋，身穿亮丽白色裤装，现场台下欢声雷动。歌曲一首接一首，从到不了的遗憾揪心到最重要决定坚信，每一首都是范范通往幸福路上的绝世秘境。我也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这样的舞台上面，透过音乐向每一个你们，还有在世界上所有的每一个角落在跟病魔奋战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生命，下面这首特别的歌，我想要献给每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。演唱会中一度提到八仙城堡受伤的小范玮琪，心疼和不舍全写在脸上，数度讲到哽咽，希望用自己的歌声抚慰每一位独一无二的歌迷。四套服装，各种风格，带给歌迷不同惊喜。今天的夜晚就在小巨蛋里画下完美句点。记者陈子芬、王千里、SNG 台北报道。